今天我去做第二次皮秒，第一次皮秒一个多月了嘛，我今天去做第二次。之前因为有网友说我这个班可以到那个三甲医院皮肤科200米处向左转，用那个激光来治疗哈，说是一两次就掉了。但是呢，现在我以前左转，我以前做过，就是那个、我这个是30岁出头长的，然后当时做完以后也是掉了，那后来没多久它就又长出来了，它就会比以前还大，所以这次我就想尝试一下不一样的这个方式，会不会是说，如果它要掉了，它会把里边的深层次的那个黑色素提取出来代谢掉，它就会不长了。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事情，如果这个去不掉的话，我就再去做一下医院里面再去做一下激光。我现在用这个架子录视频挺好，不用求某位人了。以前我一说你帮我录一下，啥录的有啥录的，现在我架子现在我架在架子上，想录就自己摁一下就录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就觉得轻松多了，要不然还提心吊胆的。哎，你帮我录一下。哎呦，什么录的？看啥啥？哪里录的？在前方100米处，然后向右转，忍受着你的态度。现在向右转。现在不需要。都是自力更生。没错，真是的，靠谁都不如独立自主，自力更生，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就说是自己强大了，让敌人胆怯去吧。哎，这是个暖冬。请在前方200米处向左转，驶入99A。你这两天，我看你又开始练笛子了，啊？每年就练两天，我得就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了。啊，两天就是嘴也能兜得住了，指法又灵活了。哎，这个吹笛子是很需要体力的，对吧？是吗？要很气息。需要就是需要那个肺活量，这个至少你这个嘴唇得有用力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嘴唇就不会用力，我这嘴唇永远没有机会锻炼。没有肌肉。对，你有肌肉啊。说一会儿你说话就飘了。哎呀，不过你确实是应该持续的练，要不然你扔了可惜了，人家都看出你有功底，你确实有功底啊，童子功啊。哎，你哪天那个啥呗？你哪天好好练练，我重新给你录一个呗。啊，重新给你录一段，咚咚，就是很有气势。准备靠右方行驶。但我还是愿意听《出埃及记》。我应该学学非洲鼓手鼓。我确实应该练一练。我其实可爱打鼓，可是吧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我就不爱系统的跟着人家学。没有耐心，所以我就一直没开始。我喜欢我上不同拍节，不同的节奏，用不同的什么。我喜欢自己就是即兴的去打鼓，我就不爱学。打一遍打，第二遍就不知道怎么打。我能，我会，就是如果你要是说没有，不能打两个一样的。不是，我本你到那边了吗？你是没有，我们不是。在文化城。你能不能别瞎指挥呀？因为那个啥，就是。我是即兴的，就是我没有学过，但是我跟着音乐节奏，我即兴的打鼓，我可以打出不一样的。因为你不是模仿嘛，你只是即兴的，我可以打出不一样，但是就是没有人家那个好看，应该是人家我看这个手，人家那个手还这样画来画去，然后就是那是另外一功夫，那是美的舞蹈动作一样的打，然后我不会那个，但是我节奏感我可以。但是我一点也不爱，就是，系统的去学一件什么东西哈。哎，你别说我不爱系统学一下，你看我健身，我就喜欢跟着教练学。学英文10年了还这样，没有系统学。哎呀，你千万别提英文呐，因为我的英文全因为你这个例子在这放着，我彻底就放弃了，真的。彻底就放心了。我彻底就放弃学英文。靠右方行驶。
所以我英文放弃是你与你有100%关系的。啊、写不好字的英文跟别人有关系，你真扯呀！是啊，因为你的你就没有语言天赋就完了。我没有语言天赋，没错，是因为你有语言天赋，又那么用功。从20多岁认识你，你就开始学英文，然后一直学了几十年，而且那个啥用的，那时候学都都是我小学还学英文呢。我就我我小学没学过。小学英文不都学？反正我觉得我一看你学完了以后，现在的这个程度，我就彻底放弃，我不费这个劲了。完了完蛋。过去学英文好像那很多人都是背词典，就是词汇量要到嘛。我这个学英文也不是人家按部就班的那种学法，也不学语法，也不背单词，就瞎说胡说。我就喜欢随性，学习也是这样的。快乐的英文。对呀、哎、呀，这一点上就跟你那个健身是一个理念，快乐英文。对对对。也不想好好学，我不想去按部就班的，要觉得那头大，我就随便去聊聊天儿，然后胡说乱说一通，四创一派。对，对的，是。反正也能听得懂，英语不简单。我老外也真的有老外跟我沟通的老外吧，必须是。我至少说他也他小点声，你别整那个乱噪音。跟我沟通的老外必须有智商，对，他没有智商他听不懂我在说啥。迷惑行为，老外没有高智商的理解迷惑行为。所以我的这个英语是要挑沟通对象的。我有一句话说特幽默，就是一个阿曼达就是一个那个英国的伦敦的那个姓郭的。那个一个多媒体做的嘛，我知道那个人推那个生的老头儿，完了就问的阿曼达，你这一辈子喜欢我什么地方？嗯，他说我这一辈子就喜欢跟你在探险了。什么？就跟你在探险了，天天的就你的行为滚着莫名其妙的，都不是我们中国人想的思维呀、啊、理念呐、啊、解决问题呀、啊、啥东西，一直跟你在探险，就是那老头说老太太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那老太太的思维习惯跟中国人不一样，不一样。然后跟他这一生就意料之外的，不停探险，这全是探险，就是。老太太还那样呢？就是猜，就是猜，他俩都已经交心了这么多年，不是你说的意思是语言上还是说行为上？语言、行为、思念都不一样。前面就天天跟他冒险嘛，就他这么想，没想到出这个结论，他这么想。哦，那是。他说：“你看那这个我也深有体会。”完了，他就说呢，他说这一生当中，就说那个老郭呢，他说的，我这一生当中呢，无论多钱呢，我就花钱特舍不得。跟阿曼达呢，也都是那个挣多钱马上花。他说我真舍不得啊，一整个请个人打扫卫生，小房间这么点儿，我就舍不得几十块钱，我坐一会儿做完了工作。啊，那个老头英文不行啊。啊，人英不好。那个老头英文不行，那老太太没法跟那老太太也不会中文，那他俩过的一辈子咋过的？就这么过的呗，就猜嘛。送我。那天录那个音乐春节好啊，哥呢？那是前年的事儿，不是去年，是前年。那是2020年，2021年的2月份。2年正好2年了，5年。而且那个2年以前看着你确实比现在年轻，是吗？嗯，能看出来。但是我倒没觉得比那个时候比我现在年，因为我那个时候眼睛眼皮垂得很厉害。那我的什么显得啥呢？嗯，你那个显年轻，能看出来年轻。神态？不是神态，就是脸。有现在还有人说你像贾大为呢。谁？没人说吗？有，那天有一个人说，啊，没说要求戴口罩。他挡住了。腰杆儿。瑜伽。瑜伽。我到哪地方喝咖啡去 ？Brand 咖啡。撒盐了，撒了好多盐，没像什么。
我拍个照片吧，这个黑墙肯定被我的白石。这啥呀？茶，英式早茶。嗯，好。非常小的房间，在这儿涂麻药，然后一会儿到另外一个房间，比较大的房间去做。啊，在这儿等着吧。好像有问题，他们搞错了，因为我要指定一个 Mandy 来给我做，就上次给我做的那个人。然后结果他们好像没有排，然后问我是怎么约的，我就是当时就是指定的，不可能是我这边错了，因为我没有，我是很指定的让他弄的，不知道他们哪出错了。如果要不是他的话，那就要重新约，我也不会再去换人的，我不想换人，因为我比较信任那个 Mandy， 上次就是他做的嘛，而且他是他们这个诊所第一位华人这个技师，做了很多年了，所以我估计够呛，因为临时换人肯定是排不开的。哎，太讨厌了，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问题，果然不行了，排不上 Mandy 了，是他们的工作出现问题，然后他们那个最后的结论是送我一次皮秒，让我今天去就是直接做了，免费，我免费我也不想做，我还是想等那个人，所以我现在就擦一擦回家了。哎，真是，这是他们还送了我一个小化妆包，里边，哎，里边还有个啥，打开看看里边还有个什么产品，好像是，好像倒还是挺有诚意的。啊，送了我一个面膜，这个面膜这啥，他这东西都不便宜，还行，所以我的气儿消了，要不然白跑一趟。走吧，再约是吧？已经约了，那个周五。你还喝不喝呢？不喝了。